台新展间开幕，邀请艺人温升豪担任一日金牌销售顾问，品牌旗下醉酒的经销商深耕桃园，斥资2.5亿元打造位在中立的展示服务中心，使用绿建筑在顶楼设置太阳能板，增加永续理念。首发交车典礼邀请温升豪将全新改款的车子交给车主，新车以入门150万内的价格来抢攻国内豪华跨界休旅市场。